Hello everybody， 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我叫 Kelvin。 Namaste Dylan， 今天我们要试 KFC 新出的 Zero Chicken Burger。 Zero Chicken Burger 它是二月多出啦，二月九号没有记错的话，很多人已经在 review 了啦，来试试看一下啦。来 Zero Chicken Burger，好啦，因为在已经要过完年了 ，the next 大日子就是三月八号三八节，就是妇女节的意思啦，所以我们就请我的安迪进来试吃这个 video 了。我这个安迪叫做安迪 Anastasia， 他前面一个 video 有出现过，在这里这个 video 拍一下来看，所以我们上去请安迪 Anastasia 进来，你就跟安迪 Anastasia 一起吃吧，给我盖起来，不然冷了，等一下我给他骂。One hour later。哎 ，Hello， 安迪。啊 ，Hello，Hello。三八节快乐。三八节快乐 ，OK 了。敌人叫我进来做什么啊？OK， 今天我们要试看 KFC 最新的什么 Zero Chicken Burger 啦。今天是三八节，我就他就打算叫你进来一起和我一起试这个 burger 啦。三八节就要吃这个新的 burger， 这个叫什么 burger 啊？Zero Chicken Burger。没有鸡肉了，所以它是素的，是斋这样可以吃。等一下我们再解释给你，我们先试看吃一下。你都没有跟我讲是什么，你就要我吃了。等一下这个是我吃素的不能吃嘞。啊，你是吃素的吗？我不是吃素的，这样就吃下去吧。好 ，OK 的话，这样我们就听这个Kelvin 讲先啊。那个敌人跑去哪里啊？怎么不见掉了？别紧张，我先试吃。为什么放我这边一个人呢？哦，这样我们就来吃这个burger了。安迪平常吃 burger 的吗？有哈，什么看过去 OK 吗？有跟其他的 burger 的比吗？我开出来看一下啊，它粘住你，它粘住那边呢。哦，怎么它的皮已经粘住在那个包那边，这样一个 nugget 这样，然后好像很不好看。它是 BBQ sauce 哈 ，Yes， BBQ sauce 跟 mayonnaise 啦。过完年我都要减肥的，你还要叫我吃这些东西？一年一次吗？这个 apparently 是 limited edition 啦。是哈，迟早会 remove 掉我的 menu 啦。OK 啦，这样我要有那个 tissue paper 一下，等下吃到不好看，那些相机的人不喜欢。哦，你这么快就吃了啊？我吃酱，吃酱。OK 啦，酱吃烧啥？OK， 这样我们就先来试一下啊。One two。对，很像鸡肉嘞。有什么 opinion 吗？我觉得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看过今天的样子，没有什么好看，不过可以啊，味道是蛮好的啦，蛮好吃的。你没有跟我讲的话，我也是以为这是鸡肉来的吧。很像那个 chicken nugget 是吗？嗯，就像 chicken nugget 这样咯。OK， 就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喜欢吃的东西。第一次吃，哎，这就继续吃哈。然后我给你一点 facts about 这个。Zero Chicken Burger 啦，哈，嗯，好，我们先来讲价钱啦，哈，如果你是在 KFC 自己叫的话，然后阿拉卡啦是12.99，然后如果你在 Foodpanda 叫的话是15阿拉卡，它也是有一个combo， which is 加 fries 跟 drink 是19，如果跟普通一个 Zinger Burger 的话是11.5块，所以它比鸡肉还要贵啊。比鸡肉还要贵，OK 啦 ，OK 啦，也蛮好吃的啦，会划算吗？你讲 testing 一下可以啦，你叫我每天去吃，我还不如吃鸡肉，还要比鸡肉还要贵。让 Yap Post 这边来啦，他们也是有 review 这个 Zero Chicken Burger。Chicken Burger is actually a collaboration with Corn, a UK-based meat substitute product. Corn is a micro protein, a type of nutritionous.Fungus found in the soil, which is fermented to grow. Fungus 啊，这样就是蘑菇类啊，可以这样讲啊，像蘑菇类的，它是一种很幼的 fungus 啦。所以你现在吃到一半了，你现在知道是 fungus 的话，你是什么感觉 ？OK 啦，安迪，我是很有度数的，我懂 fungus 就是蘑菇类，应该这样的啦。他做到给我们吃，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啦，也不要讲，咦，我不要，那个是我的女儿啊，这样是懂人啊。那个叫我的那个女儿啦，李边哈啊，是你的表妹的，哎，不是你的表妹啦，
那个 Dylan 的表妹啦，那个啊，你一直跟他讲的这样方哥说，哎呀，他一定是不要吃了的啦，哎呀，这样的 OK， 我这种老人可以接受 ，OK 啦，我还蛮满意的啦。OK， 所以一个很 important 的 detail 是讲 ，the burger is not vegan or vegetarian， as the patty is cooked and prepared fresh with the same cooking equipment as KFC product。意思是他炸这个 chicken patty 的时候，这个 chicken patty 的时候是跟有用来炸普通鸡肉的。那个油啊 ，equipment 啊，全部都是一样的，所以它是不算 vegan， 是根呐，斋或者素啦。是，这样如果他把这个肉自己在一个 container 里面炸的话，自己 separate 一个 container， 这样就是 I suppose 说啦，如果他不要其他的 condiment， 比如讲那个 barbecue sauce、mayonnaise 都不放的话，是 should be pure vegan 呐 ，should be 啦。The only reason 他不是 vegan or vegetarian 是因为他的 equipment。有摸到肉，然后它的 condiments， 它的 mayonnaise， 它的 barbecue sauce 都有肉啦，都有 animal based product。对 ，animal based product。哎呀，什么有肉，这叫 animal based product。animal based product。哎呀，我读书以前，我想当年我读书以前是很厉害的，然后我每天有教补习，所以我都会这些东西。你讲的东西，如果你们觉得他讲的东西对的话，或者不对的话，要在口面下面跟这个、跟他、跟那个敌人讲哦。等一下我进来被这样吃一个节目给人家骂，哦、如果你自己要看的话，我把那个The Raya Post 那个 article 放在 description 里面，你们可以自己去读啦。OK 啊，不要吃了，够了。你的观众也要看你吃这么多了，看你吃饱了。要是你自己要试的话，这个 chicken burger 就去 KFC 那边 order 了。我不知道它到几时，不，它是 limited edition 来的啦，在 Foodpanda 也是有的买。Foodpanda 也是有的买。吃这些 burger 好不好吃都是我们的个人口味啦。可能敌人觉得不好吃嘞，不过我这个安迪我觉得还蛮好吃，很像鸡肉啦。好，谢谢你安迪，今天就到这里。我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这个 video 。你们怎么年轻人讲讲啊？要 like 啊！今天就到这里啊，要记得要 like、subscribe， 还有 share 啦，还有 share。哎呀，你这个人啊，做什么 YouTuber？OK，拜拜 ，OK 了，拜拜，拜拜，拜拜了，拜拜。